你好，工号9527为您服务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妈的，电信这样子啊！你宽带爱给我切断切断啊！啊，房子包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爱给我切断切断啊！不，放妈逼！不是这么说，这位先生，放妈逼！这位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谁把你的网络切断了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妈的，这样子给我切断掉了！老子在看股票，你知道吗？老子在看股票，你知道吗？放你来了！这损失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放妈逼！嗯，你来打，我打人家。听你，你眼睛把我，放你妈婊子眼的，老子爆脸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放你妈个鸡巴！你走吧。不走哎。人家来打，放你妈逼！把老子炒股这点损失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断掉了，你给我断线掉了。我没给你断掉。马上给我回屋。马上不了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谁把你家的网给切了啊。放你妈逼！这位先生不要动不动就撤。放你妈逼！不要造好吗？放妈逼！啊，你继续。我所有 UU 都掉线，然后那个韩景的那个交易软件，他跟我讲与主站的连接失去。你这个等于连了是没有连，懂吗？你拨上去的他妈的是没有上，懂不懂？这个我明白。那请问您是几台机子一起上吗？我当然是一台机啊。哦，那你因为我很有钱啊？不，那你一样买了4-5台啊？你怎么知道买了5台电脑？那一台一台，那你不要那么激动好吗？不要这么激动啊！我钱在里面损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我股票这边没上手，我钱在里面损失，你电信赔得起吗？操你妈逼！我几十万钱在里面损失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别炒股票呀，多没个性！你这样子的宽带给人家，不，妈，老子一年1000块钱交易去，你这样子的服务给我，啊，操让你妈的逼呀！啊，那你告诉我你在哪个小区？我没有小区，啊，没有小区。妈了个逼，老实点，哪个小区？老子金门社区这边的。金门社区，没听说过。妈的，你这样子的，你这样子的网络吧，说难听点，操你妈的，连吃通都不如啊！怎么通？你鸡巴屌通了，操你妈逼呀！三天两头给我搞这样子啊！之前他妈逼的有一次，没有，明明没有故障，你电信的人还上门说，这个叫什么？你这边宽带有故障啊？被我他妈痛骂，操你妈的！你这不是没事找事？你现在出了问题啊？你人就不上门了？讲你妈讲毛一个人都没有。我是听明白了，你是白痴啊？那你还不去找那个人？你把他臭骂，他肯定不爽，不就把你网给切了？我现在反馈了。你先反馈有个屁用啊！切你网那人今天休息。我现在不能用啊！不能用不要用啊！奇怪，你之前他妈的人家没有病的时候，你不让上门。是不是我他妈的有病了，你就不上门，什么意思？那看你得什么病啊？你个老逼的，你他妈得个非典加艾滋，谁敢上门啊？操你妈的！干你娘的！嘴巴放干净点啊！怎么样？叫你嘴巴放干净点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想我怎么样？拿刀来捅我吧！捅你，捅鸡巴，捅捅逼逼蛋啊！有没有你这样子没素质的？你这些素质怎么这么低呀？老子打到工商局告你，跟你说。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我先去把工商局电话线路全部切断，你去啊！你是不是人变了？是不是人养的？你个臭逼！老子昨天刚刚跟女朋友分手，今天心情很差。我跟你说，你个老逼打来真的时候，妈了个逼的！我操你妈！你妈找骂妈逼呀、啊！老逼网络断的断，你他妈唧唧歪歪唧个屁啊！操你妈！你他妈没事找事炒股票，吃饱撑着，现在网络不好，你他妈活该！我操！你给我这样子服务啊？什么服务？好，那我现在就他妈的给你这个老逼他妈的服务一下，你他妈的告诉我你宽带连接他妈的有没有什么678或者他妈691这样的故障，他妈的什么叫678？有什么低压？妈的！那你他妈的电脑有什么他妈提示关于你家他妈的网络连接啊？没有提示，有提示老子也不告诉你。我去你妈的！你叫我傻？什么？操你妈的！你电脑能重启啊？我已经重启了。要怎么样啦？你更鸟的。我已经重启，这还没登进去。登进去？你没登进去，你他妈的说个屁！重启要不要时间呢？你还在说像人吃饭一样，人吃饭也要消化。你个老逼还要消化？啊，这边说，破五六七八，点成计算机没有网银。傻逼哥，你说网卡灯有没有在亮？网卡灯？啊，妈的！我看不到网卡灯。看不到，在你屁股后面。智障。网卡灯我绕到后面。绕到后面去看，慢慢看。个屁！有在亮，有在闪啊！有在闪，你就让它闪啊！大惊小怪的。太糟糕了，这太垃圾了。这位先生，什么样的客户就有什么样的服务，我9527为您这种人服务。你他妈的讲话都讲完了吗？吓我跳，我操你妈的，还赔偿？老子他妈的陪你聊了这么久，你他妈的还问我赔偿？我你妈了个逼，你他妈是小时候受过刺激还是他妈脑子性大病啊？
妈了个逼的，老子水喝多了需要厕所，等一下。不能等。是啊，不能等，那糖都到了你赔啊，神经病。